你踩下油门，我是最快的。你爸常这么说，如果可以再快，一秒都好。老爸以前常在这边跑，你有想到吗？ 我都已经开那么快了，为什么就是救不了他？有生命，当初就不该留。你觉得我们两个谁会先踩刹车？我已经踩了，我选择救人。我没得选，我们都有了选，来不及。 这所有人，他妈的，全都在玩命！为什么要去？最后一场，你要瞒我多久？你的工作就是开车而已。对啊，你们那时候比较屌啦，我就是在开车的。 救一个，杀一个。我没有跟他拼直线。现在左转。我希望你赢。我希望你跟得上。分球第一、第二是速度。速度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救人。